有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《你不是唯一》，来掌声给王秀琪，谢谢。那今天有带了海报要送给大家，那哪边的掌声比较大声？哪边掌声比较大声？小心哦，不要抢哦，要海报的到前面来，这样比较不会丢到人。谢谢，小心小心，不要上来。谢谢谢谢。我的掌声在哪里？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。那第三首歌带来的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，也是我在明年会发行的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，送给大家。I need you， 谢谢。
请我们秀琪留步啦。